亲爱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尚小菊。谢谢谢谢。可能提起我呀名气不是特别大，要提起我的师父特别的优秀，因为我的师父是德云社前两年特别火的演员啊，叫岳云鹏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著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张大大。谢谢各位初次见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想跟您说，就您的介绍能不能谦虚一点？哦，要谦虚一点是吧？干嘛加什么著名啊？我再来一次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见花开车载车爱的 Big Big 张大大。看多喜欢我呀！捡起来。捡啥呀？你的脸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站在舞台上能不能收敛一点？啊，收敛一点。对呀、啊。不能。那跟我没关系啊！不是，我们这儿是说相声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我打算进入相声圈。那你干嘛要进入相声圈呢？求条活路。我跟您说啊，这说相声比主持可难太多了。太简单了，我前两天说了一回，满堂喝彩，太简单了。我真想抽死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太轻视我们这个行业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轻视吗？啊，不知道。因为德云社没有我。那我希望德云社永远不要有你。不可能。那、啊、怎么不可能呢？我到哪儿都能托人托关系，我想进这德云社，你说我托谁呀、啊、您呐，托梦。托梦过分了啊。你不知道我有睡眠的问题吗？什么意思呀？失眠呀？啊，那你少看点评论就好了呀。啊，好家伙，就您这个状态啊，你别说进入德云社，你抢我们的票都费劲，你信不信？我都不稀得抢，我自己在家演给自己看，我偷着乐。你偷着乐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德云社辈分最小，资历也是最浅的演员，你连我的技能都不如，你信不信？切就你、啊、我告诉你，俗话说得好，擒贼先擒王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师父岳云鹏在哪儿？我今天就要先擒他。嘿，你多看他一眼试试。多看一眼，我看他两眼又怎么样？我，嘿，我这较劲，怎么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啊！我好可爱啊！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不是，您等会儿啊，收回去，可爱。不是这样啊，师傅您不要激动。不是，你怎么突然还怂了呢？怎么？他徒弟多，我怕他们凑钱揍我。您多虑了，揍你还用凑钱吗？我真不想说，现在观众掌声要热烈，我马上就揍你。有架好的揍得更狠。好，这是不把张大大的命当命呢？你看看你人缘多次吧，你看看吧啊！我跟您说呀啊，你不用生气啊，这非常合理，这个过程知道吗？您呢就是不懂相声。我可太懂了。你要懂，当着各位啊，我考考你吧。考吧，好不好？相声演员四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？都有什么呀？说学逗唱啊。怎么都谜底就在明面上，这有难度吗？我知道啊，说学逗唱嘛。往下考，敢不敢介绍？敢。说说说，我太会说了，我是著名主持人。你闭嘴吧你。说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绕口令。我可太会绕了，我背过啊。你背过，我们听听。来绝活了啊！八八八，哎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堵车了。不是，我们拢共四句，你背一句半。什么叫北边堵车了？我还会玲珑塔。哦，还会别的。对，玲珑塔不容易啊，多少张桌子，多少条腿，这都得说得清楚。我太会了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就一层。还挺好。
我们都13层，你怎么就1层啊？我们家没那么多人。哎，有没有那么多人我不管，你最后不要这样，很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会厉害的罐头。什么厉害的？报菜名。报菜名你请。我可以。我们听听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。对呀、啊吃饱了。穷对付。那是这么背的吗？差不多意思。那应该是蒸羊羔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还有红丸子、白丸子、六丸子、炸丸子、南京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鲜丸子、鱼丸子、鸽子丸子、豆丸子、汤丸子一品肉。你吃得完吗你？你不要这样啊！我告诉你，说你肯定是不行了。学你可以吗？学我可太会了。学你擅长什么？我擅长模仿。模仿我们看一看。嗯，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说谁？谁？啊，各位。谁？虽说我不太清楚这个人是谁，但是给我的感觉，这个人应该是可爱、善良、外表英俊、内心阳光的一个大男孩。哎，我要好好琢磨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燕子啊，怎么你学的比我还像啊？废话，那是我师父。哎，我学的也不错吧？你学的好讨厌，你学的好讨厌啊！这学你基本上也是没戏了啊。唱歌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原创歌曲人人都会唱。你还有原创歌曲？当然了。那我们要听。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别唱。19环。这后边是原唱。你比五环多。你这不是还是我师父呢吗？有一些小小的交集了啊。没有交集啊，没有交集。我告诉你，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最后一次你要把握了。就是这个逗，我告诉你，逗乐观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气氛，您行吗？我可太会活跃气氛了。您是怎么活跃的？无论他们有多么的平和啊、善良、和蔼啊，只要看到我都会特别的气氛。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我就是传说当中的全民偶像。我看你是全民殴打的对象。我们最主要的还得是讲笑话，这你能行？我太会了，我就是个笑话。我就是个笑话呀，我还用说啥呀？这个人他要不要脸，他是没有底线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有特别好笑的笑话想和所有的人分享。你怎么了？牙疼啊？这笑话太好。那我们听一听，看你的笑话是否真的好笑。来，健身房里面有个人健身，那个会员吧就被蚊子叮的都是包，好痒啊好痒啊，他就直接问这个教练。他说，教练你这怎么回事啊，这么痒。教练说，你捅什么呀？这叫有氧运动。哎呀啊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。哎呀啊，不是，你能不能你睁眼看？你们这个讲相声太难了，那讲到一半都不笑，除了打我都没人愿意鼓掌，我走了。回来，我就跟您说了，说相声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咱们要这么草草下场，让各位观众也误解相声这个行业。哎，也是。今天给我1分钟的时间，我在这儿说一个小段，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相声。相声最主要的就是逗各位开心。当下比较严重的问题，现在就是男的多，女的少。很多男生啊，找对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在这里有点生活的小经验，男孩子找女生。脸皮一定要厚啊！为什么要厚呢？因为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厚会有期。走啦，走啦。